特别要呼吁我们的民众啊，十几峰可能它是经过北海岸这样过去，所以沿海如果有民众要去观潮戏水，我们严重的提出警告啊，千万不要啊，千万不要避免啊，避免如此可能会造成伤亡，是特别加强啊，就是对县市政府提供啊，提供正确啊，实用啊，到位的资讯，让县市政府在面对停班停课这样的决策的时候能够做参考。淹水、土石流前市区则是要进行预防性撤离，而中央也会持续提供台风动态作为县市停班停课的参考。至于台风来袭可能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扬，农委会则表示不必担心，虽然市场出现抢购潮，但是各地果菜市场交易平稳，农政单位也会辅导农民适度抢收以减少预期的农损。